这个刘海好显脸小哦，我也要剪同款啊！明明是同一个刘海，我的脸怎么显得又土又大？剪刘海不要盲目选，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看的。顺便自测一下你适合什么样的刘海吧。一、判断发际线高度，发际线高选 A， 发际线低选 B。二、判断额头高度，额头宽选 A， 额头窄选 B。三、判断颧骨高度，颧骨高选 A， 颧骨平选 B。四、判断下颌骨弧度，下颌骨突出选 A， 下颌骨圆润选 B。可以尝试韩式刘海、法式刘海和漫画刘海，能够修饰长脸、宽额头。适合八字刘海、偏分刘海，可以修饰高颧骨和下颌。适合中分刘海，修饰额头形状。如果你是 BBBB， 那无刘海更适合你哦，让你整个人更清爽。赶紧收藏，剪刘海前测一测，让你笑着走出理发店。